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这个剧场版片这边的《究极的 Red Zone》最后一关了，合体13号，Stage 4。那第一站的话是吉利跟集体，第二站跟第三站都是极速了。然后看攻略网那边有列出来是说，这一张13号来说是跟他的那一张限定一样了。必定命中，有这个必定命中的能力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带回避能力的角色了，绝对是被他打到爆了。因为这边的话就想说换队伍了，这边又可以借一下我们的超四双人出来用一用啊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想要带技术的那个红神双人的，可是队伍真的是不好组啊。这边的话是可以组到比较克数，然后又偏强。老总现在我们没有200%的队长啊，打起来真的是很难受啊。对于这个，老总我现在才第二弹活动罢了，之后第三弹活动可能会更加晕。哎，好有队友，我靠，30件的连击，哇，好爽哦！这边等一下可以，应该是可以爆干爽了。哇，真的是，OK， 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队伍的话就以技术比较着重在技术上嘛，毕竟后面两张都是速鼠的，剩下的话这张超市果吉达，我是极限这个上来了啦，但是这边这一次是说，拿出来使用一下啦，他的技能一那些全部还没上，之后再考虑。不过在这边的话应该 OK 吧，本身有一个超大，怎么说，超高确立无效必杀技。对普攻来说应该扛得住吧，然后剩下的就是选择比较能扛普攻的角色啦，80%的那个减轻。最后这一张就是打到后段可能就是直接合体变身，然后看破必杀，保证安全啦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那么就直接出发啦， Let's go。 OK， 队伍还蛮不错，蛮理想的。待たせたな、カカロット。いけるぞ、ベジータ。かっけーな。这种经典台词在线，真的是百看不腻，真的是百看不腻，看到都爽。OK， 这一边可以全属性效果拔群的关系，那么就直接上了，这边就不跟他客气了，直接对着隶属的下去，尽可能的把他给干挂掉先。然后17万的防御力是4万，然后3万，防御力真的是不怎么给力啊。哈哈，不，后两位是全满，连接全满。接着的话，那看过也稍微哦，有63万的血量，那在这一边的话还算是蛮保险的。等一下一回合的角色是 OK， 他们三只可以，这样的话就全力轰爆这一张先了，我们一个一个打嘛过去嘛。然后第一回合登场，全属性防御绝对是硬邦邦，516万，老实说连接不够高了，要不然以彩星国际大彩星的这个超市装人来说。初始600万以上的伤害其实是跑不了的，其中是一点就是连接比较输谁一点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，最后杀手锏这一条队长机只有150%的队长就稍微可惜了，不知道几时会出他的170%队长，蛮期待的啦。哎，妈，应该是可以轰爆了，都打到这么个段落了，来。技双人，技双人目前的状态是开一路，但是就足够 ，nice， 只要在这边轻松的打掉了他的前面两位，那么下面两个回合就会好打多了。OK， 可以。这都后面还有力双人还没出的，我都忘了。我已经在考虑在下一回合，下一轮的要怎么去安排队列，我还在想着这个东西。哇哦，一回合 KO 一回合，
一回合 KO 一轮，要讲这个才对。OK， 现在这一张是防御力弱弱的，所以这么这样子的安排也是 OK 的。来看一下，13万的防御力刺猪下去是去到多少先？19万应该扛得过啦，毕竟都是克数。然后别记得好，然后最后呀，10万的防御力，开必杀过后有 25% 提升，然后再加上 50% 的大幅上升， so far OK， 连接上也有一些些。嗨，那么就いきましょう，应该不需要开道具了，如果这边被道具，没有道具都扛不住，我靠，真的是扛不住，要修克数19万防御力，结果哇哇哇，不过 OK nice， 60% 辅助，再来啊，好可惜，要不然这边就是 120% 的辅助了，我靠，60% 自己辅助上来应该扛得住了，应该扛得住，哇，16万，好痛，好痛，不过63万的血量，文代纳斯，文代纳斯，可以，Big Bomb Attack， 来，连击，攻击无限上升，妈，老实说这一队算是可以蛮碾压性的啦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来，333万的攻击，我们的超四狗击大，第一代最初的队长，最初的类别队长，现在已经是成长上来了。呀，快速龙 ，OK， 这一边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我应该是要保一下最后这一张了，应该是要保他一下。所以 Wiz 肯定是要跟他开下去的啦，主要就是保护他啦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再来，开，最后的话可以开到招，其实就足够了，不用想那么多。还，449的，449，妈。这个血量其实是有一点小担心啦，不过至少在普攻方面是绝对安心啊。哎，因为是满气的关系，全属性效果发现，超四果击他打起来就是轻轻松松啦。杀得到，哎，再来，不愧是30点的连击啊！哇，这个大佬就是大佬。Final Flash， 好嘞，塔诺西米，来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寄双人呐，400万也是可以给他够够力啊。哎，最好连击都一发，没有，骂，一发再来 ，OK， 可以全扛，普攻全扛啊。你的彗星呢？彗星一击呢？Oh my， 不要再留手啦，混账！干，竟然打不死。这边的话，これがエッジとブルーだな。这边其实是还蛮考虑要不要那个什么的。我觉得这样子啊，直接上。回血的话，那留这好了啦。这边是肯定可以解决掉的呀。他也是会回避的，这张也是会回避的，我都没有去注意到。等一下，下一回合登场的是谁？超四格机在那边，还蛮简单的。OK， 这边的话，我直接合体先，然后下一轮的。寄双人才可以合体嘛，血量才够。OK， 直接合吧。虽然说气到最尾可能会危险啊。
什么了？嗯，靠，这个斯帕雷基托的呀，这边稍微有点危险，不过还是让他去叠好了，这个是肯定要的。这样子再来，哎呀，原本还想说让他吃力叔叔，把都看我给叠上去。哇，以现在的那个攻击速度来说，好像没什么必要。top， 再来连击，哎，OK， 碎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进入合体是三号阶段。都可以了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就先上来先。mono 的呀，卡特哎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超市这边呢、啊，这边也是直接就开上去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呐、啊，他的怎么说？他们在讲那个什么，我的话 go good demo， 别记得 demo 那那边，他们的语调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。入場するぞ、カカロット。フュージョンしてってお前の口から聞けるなんて最高だぜベジータ最高だぜベジータフュージョン俺は孫悟空でもベジータでもない俺は貴様を倒す者だ。不过，因为超市果鸡蛋，你们大概听起来了，就是有点玩世不恭。然后，超赛的这个果鸡蛋寄双人就很那种很冷酷的感觉啊，就是摔到炸裂那种啦。可是哇，气力连接有点残念。我这边的话，目前考量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再配上 Wish 这样的话，就可以全扛了。OK。然后，这么个样子会比较好。OK， 这边先开掉威斯，可能有点小浪费的感觉，但是完全没有关系了。开，473万 ，so far 也不错。开了必杀之后，防御力上升，然后再配上威斯，都得有一个70%的减伤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开，连击。Nice sir， 不过大家可以看得到了，去年气息的 L out 跟今年气周年的 L out 两张都是狗皮蛋，然后战斗力天差地别。哎，轻松扛，哎呀，可惜啊，你不是格斗系必杀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连让你打出伤害都没有。哇、哦，761万，死给！这就是伤害的差距了，一下，而且，哎，不是吧？就一下，哇，你是，妈妈，无言以对，就这一下，呵呵。OK，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到你。哎呀，开不到超必杀啊，小问题啦，小问题，影响不是那么大。再来嘛，就最后开不到必杀就算了吧。哎，这个样子，把气力条留住给下一回合，应该问题不大啦。因为这一边还会再辅助攻防嘛。一下，再来啊，普攻干。再来啊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啊啊，呀呗。不过二连必杀是肯定有的，再看看有没有机会三连必杀。这个就是防御力再继续往上升。My butt 啊，没有，少掉了。
我应该不会被打死了，20万左右的伤害还是会有的。60% 辅助，然后自己二连发必杀，9万可以轻松了。这个合体13号在这一赛还真是有够简单的。虽然说我自己是打了有点久了，没办法去讲太多。OK， 这边的话最后就直接请死他吧，一个主动技下去就可以 end game 了。ビッグバンカメハメハーイミス何这可不行，再接我一发，再接我一发的ビッグバンブカメハメハー BK。 さあ碎啦，就是这么样子嘛。这个关卡的话还算 OK， 合体13号还算 OK， 最后的难关应该就是在 Baby 那边了。 Baby 到现在还没通关，还在想着有什么组队的方式。因为 GT Hero 因为我自己没抽到嘛，就算只带 GT Hero 打起来都很辛苦啦，因为真的打得太痛啦。官方我都帮你们讲想了，那个 Baby 简直就是妖怪。现在就还在努力中，还在努力中，我是在想办法通关他。没有抽到新队长就是痛苦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呀呀呀 ，OK 啦，我是合体13号，带着类似这样子的队伍也是可以通关，其实还蛮多的。我觉得带剑犯也是可以蛮简单的就通关了，毕竟神剑犯始终还是嘎嘎得的。OK， 就是这样子啦。剧场版这边 vs 合体13号相当的蛮爽的啦，打起来。OK， 就是这个样子啦。之后找机会来正式使用这个超市狗击刀。好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。じゃあ、またね。